걱정하지 말아요 우리 함께 노래합시다 大家好，我是小新。今天我已经打完了医生给我开的第三针，其实准确的说，我应该打了四针了。因为在我第一次来检查的时候，还没有完全确诊的情况下，大夫给我开了一天的针，我也按要求都打完了。紧接着我又来检查的时候，医生又给我开了三天的点滴和一些口服的药。说一下这两天我打针的感受吧。其实打完了这个针，多多少少我这个耳朵还是有一些好转的，不像之前那么嗡嗡的响了。然后再加上我在家一直在休息，一直在静修，所以效果还是有的。但是我现在其实说句心里话，这个耳朵还是不是很舒服，尤其是听一些刺激的声音或者吵闹的声音，特别的烦躁，也受不了。今天打完第三针了，我应该还去楼上去找大夫继续再给我开药，然后继续打。但是现在已经到中午了，大夫也休息了，所以我现在出来了，我先找一个小粥铺呀，小饭馆吃点东西，然后下午大夫上班了，我再继续找他继续开药，再让他给我复查一下。来喝豆浆吧。豆浆和油条蛋卷儿，你啊？嗯，对。先来一杯热乎乎的豆浆。好热乎。刚刚喝了一杯豆浆，然后吃了一个油条蛋卷，只不过那个油条蛋卷实在是太大了，其实我一个人半个就够了，但是没有办法呀，我也不能浪费，全都塞进肚子了。现在已经1点多了，医生也该上班了，我要去找医生继续检查了。刚才医生又给我开了三天的药，然后我已经交完钱了，床位费也交好了。这又下大雨了，我得赶紧回家了，明天继续来打针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。